劳动脚印是非法执法，促使以反犹运动的1957年，他用无罪之罪、残害知识分子、异议分子，包括以为非我同类的科技分子，因此空前绝后的恶政了。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 送四川、湖边、沙坪农村道教时，出乎我的意料。这非法执法不仅打击我这种青年，在劳动教养大院里还打击12-3岁的少年儿童，并非个案，已少数，而是有计划、有步骤，把15000孩子集中在一个分厂，叫大宝作业区。 当时我惊恐地毛发竖立。58年，58年，这娃娃还没到大堡，还在这个河边。 宋家山的新丰沟中队，哦，他就集中了几百人，因为我在这边一个中队给他隔一条沟，还有在老林里头经常碰到一些娃娃去拿板板，晓得不？多乖的一个个的娃娃，才10来岁，就弄到前去下苦力，而且是在那种环境头，原始森林头啊，路都没得啊，晓得不？ 七八分钟就是太快到位了，哎呀，有点打击。走了，来了。就是59年成立少管所，把我派去给他们当大组长，我就跟他们接触，一接触就那么几年的时间。59年、60年、读一年，就3年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 小劳教，小劳教就是派出所就会直接送起来就是了。只有单位有单位的送起来，家长也可以送起来，任何人都可以送起来劳教。劳教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判刑嘛还经过法院给判个刑，就这两种，这是国家给他们判的嘛，不是我们称他。小劳教因为他没有成年，所以我们喊他小劳教。59年送来的时候，他们走到山队呀。 有些娃娃一边走一边哭，妈妈耶，妈妈耶，我要回家耶，我要回家耶。和心瘦，结果讲，他说你看嘛，这么低的大的娃儿，吃奶的娃儿还离不开妈，都弄来劳教了的嘛。大堡全称叫四川省地方国营商品农场，大堡作业区是商品农场的一个作业区，下面分属5个中队，还有一个煤矿。5个中队，一下达到5000人。 5个中队啊，不，陆陆续续的有，固定的没，固定哈，每个队只能用了10多人的样子，他是不断的死，不断的补充。58年3月初，廖山这边已经进门了，进门了，我们就从沙坪到大堡，大堡是沙坪的一个镇，所有的行装。 自己背到走70里路，走到大堡，然后就在大堡就开荒，后来就成立四川省劳动教养少年管教所，全省的，当时就说重庆有个福利小学，宋庆龄的福利小学，大概共产党一下子就想就把它归到。 沙坪茶厂，所以就撤销了重庆的福利小学，把这批人就一下就弄到沙坪茶厂来了。
然后呢，就是劳动教养的政策本身就有包括了一部分家庭没法教养的那些儿童，由父母亲送到劳教所来。这样子一来，就各方面来的人，还要加上过去公安厅的一些少年犯人，有一个队，把这一部分人全部集中起来，大概好几千人，就统统弄到大堡作业去。他人来的话，我的印象中间就是从1957年12月开始，大概到1959年的冬天人家就停止了，是不是？没有，60年还在来人，60年好像61年就没怎么来了，60年来了，我出一个初八活农场都来了几百人的嘛，最小的10岁，最大的18岁。4年级上体育课没做啥子，上厕所去按了点点儿，老师那个办了两句作业，老师都不准我上课了，就把我开除了。回去家长都要打噻，啊，家长打嘛都没回信，没回信嘛，像王成说的，同学们那里、姐妹那里、同志那里，那该人妹妹呢都不得都写，该人妹妹写都有那个。都弄到收容所去，小娃儿呢都送到儿童福利教养院。他那个烂铜烂铁啊，铁锅啊铁锅啊，他来拿到废品站去卖，卖了哈都卖了行啊，卖了粑粑吃。哎，娃儿们都是那种天性噻，啊，就是为那个事情，都通知开会也不写是啥子事，一去嘛都要陈龙娟站出来哈，都把脑壳抓起，好，都开始宣布，啊。经重庆市五人小组批准送劳动教养，我们12岁的娃儿哪懂的嘛？而且那个劳动教养当时也可能也是个新鲜事物。你看我劳教通知书跟你都没联系，我们当时是没联系的哟。那都是今年子我到那个峨眉，到峨眉去拿回的我的档案，这个就是劳动教养通知书。啊，那是我的身份证，我给你摆在这儿，你可以把身份证一下录一下，都晓得我到底好多岁。当时我那个劳教通知上写的我是16岁，但我实际年龄呢只有12岁。当时我记得是我听他们说话，我还不晓得，说没满13岁啊是不收的。劳动教养它是学的苏联，但是苏联呢早都已经废止了。1953年，赫鲁晓夫在清除贝利亚这个特务头子的时候，贝利亚是管政法的，把他枪毙的时候啊，其中有一条就是贝利亚以劳动教养祸害了很多苏联的这个青少年。我们是1957年了，为了要惩治右派。搞的一个劳动教养条例，因为一个教养这个领域化，使那些少年儿童啊，也顺便就搭车就搭进来了的。你进去是好多岁啊？13岁多一点，应该是59年的9月到30日。59年。59年。你那个时候是打整个打个气的。一个是技术不好嘛，经常冲去母亲打我们噻啊。母亲当时多吃鱼，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困难嘛，就也是心情不好。居民委员嘛，写给我母亲说，给我条生路。就是当时父亲也就说啊，到沙坪去，那里有饭吃，也可以读书。我是在家里面呢，调皮，
搞那个偷了一个烧饼到马路口口，结果我父母都打我，打我都跳了，跳了过后，就去跑火车到了内江，到内江一下火车，都把我收容了，反正这十一岁半那个样子，小学没毕业。哎，他失踪了噻，都不晓得哪去了。我们是上街上是上街找到下街，下街找到上街。整个我妈天气大几个肚子，最小那个大怀在肚皮头的。我妈就是我两个，两娘们天天找，找他找不到，上街找着下街找不到。半年过后，那边来个通知，就说我们养鱼儿到河边去。到河边了，我妈就说到，既然到河边去，我们都自己不要了噻。都，反正家里面都那个困难，都说都算了。我是1958年从上海那个儿童教养院。由那个迁到那个西北兰州，跟当地的儿童教养合并，因为过不惯当地的那个兰州的这种艰苦生活，就跑出来想跑回上海去，就是把火车就是没有票逃票，跑到成都，查到没票之后就送到派出所去，过后因为说是流浪儿就把我送去劳教去了。我是1959年9月份送到大堡去的，当时我们那配置有50几个人，13岁。就到了沙坪站了，等后来就是那儿从学校还在学院读书，那个大人天天带我们破娃娃去，也读书，他有个人认得，晓得不嘛？就把我们弄到那儿去耍，耍耍耍的时间久了，那个大人就个人在外头偷鸡摸狗的捞一回，人家追进来，他就说是我们娃儿去干的，晓得不？在那个派出所一问，问了当天就放了噻，就喊家长去带，晓得不嘛？结果我们姐姐就你那个年代，她就觉得你的派出所就好赏脸嘛。我们姐姐不带我，她说派出所你不带可以，她说我们可以把弄进去学习3天或是半个月，就送回来。好，这样我们当时我们姐就签了字了，她说的等他们去教育你哈。就城道村在那儿做啊？对门。哦，对门现在不错啊，对不起哈。老陈在那儿吧？我听见国务院出了一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那些这个又不够判刑。这又不够刑事处分的这类的人，你从那个劳教条例那个条文来看啊，你乍看之下还看不出好多问题。开始要申请劳教的话，还不是那么很容易。我觉得地方政府有一个劳动教养工作委员会，由5个部门出人组成。所以叫劳教五人小组，公安民政，有公安民政，还有劳教要申请，但是现在不申请，现在不申请，批准劳教呢，就公安局长一批了，就算是了，分局长一。最多就只能够批个行政拘留。反正我一个月找到5-60块钱了嘛，对一个人还是很好过噻。回去那一天，我就遇到那个民生路派出所一个庞书记，就喊我去。哎，他你是对不起我啊，他你得跟我来一下，好就请了我，喊我去就把我送在转运站去了。当时狗日简直是风都吹得进去，我跟你说，随便说一句就进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完全哪有啥政策，又哪里管，公安局给老子装束，
查好多名额，上头下达好多任务，要抓好多。这回流浪的青年是吧？少年那些娃儿是想哪里是嘛？管你是不是，反正抓都装熟就行了。就关起关了二十几天，再抓人再关了二十几天，那一批娃儿很多娃儿。当天晚上我送到他在那个解放东路317号，我九点的9月18号中秋节的时候呢，也是中秋节，我爸爸和我姐姐我二姐来看我的时候，我爸爸那时候给了我一个笔记本，我爸爸把他的简历写给我了，写给我当时那个笔记本就让那个干警我拿进去了，当时来姐姐那个门的时候带铁栏杆，那个隔墙的铁栏杆在家生来的是，那都是我的简历，我们老儿字写的很草，他在北平做了啥子，好像又在哪里好多年在哪里，挨着挨着写下的。看他跟我姐姐跟我说的是，那是爸爸的历史，他说他的官单里头去过，都给他信说，你没那些事情没做，为啥子弄得走？我当时把姐姐的月饼拿进去了，月拿一个月饼，当时那个月饼很大，那个台个那个厚。等拿了去过后，进去到那个干警走进那个看看底下那个在管家干事给我收了。我当时把拿到我的说姐姐给我的噻，你还在收的月饼呢？到那里头不准吃东西，啥东西都不能吃。那我他都教了，教了他说他把我两个把我拉到个屋头，那个屋头个哥哥是那个板板高头坐起，好我坐进去我几天没吃饭。当时我们家长都不晓得，我是填了家里面的地址的，也没有通知家里面，也没通知那个。哎，菜园门火车站。当年嘛，就是汽车拉这个，再上火车，再上火车呀，都火车直接到那个到成都噻。下了火车，再由车子送到好像是八里庄转运站，好，再由那里用汽车呀送到我到卧铺。我们当时在转运站呢，大概有十几个小孩，有几个余的。领导我要走的时候，就发了几件那个。大人的旧棉衣，就是他们那些分出来工厂的黄色的呀，把棉裤穿起做扁梁身转呐、啊，他在两个人押送我们呐、啊，还是背起枪的啊。有人都跟我说的啥子，你们不要乱跑，那沙坪上有老虎，有豹子啊。可在过大路的时候，特别他们不准走啊，有的上那个黑道我们走啊。弄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就是接近晚上。这个就是河边的大渡河，那后面就是宋家山，就是沙坪老窖、沙坪茶厂的所在地。沙坪茶厂所在地的背后就是原始森林，接到马边那边。从老窖从这里进来以后，就像进入了个口袋一样，前后都不能走脱。三队的吧，教员吧。哦。他们都是自己的。
我妈一直没让我去打乒乓。哦，没得重庆那个打乒乓，他都答应了，带着小孙女走了。那一队走得远了噻，都那个山坎了，哭了好几场，没能够嘛，风冰天我们记得都冰天雪地的嘛。心头都有点还是有点恨，有点怨恨妈妈那个样子。那你给他都送那个远，都一直没有跟屋头联系过。五八年三月八号，我记得。跟我差不多，我是二月四号到的。从转运站到兴奋沟，兴奋沟又到大堡，兴奋沟那背后全部是森林噻。那个时候我在大堡坪那个建筑队那个台台上头搭的帐篷，看得到你们那儿天天。啊，看得到噻。挨着。去的人就打柴。那阵没有扫煤的阵要打柴要运粮。砍何树枝，砍些那些幼树都砍得多。啥子树都是，反正见到就砍了。一年四季天天砍，一下除了星期天。当时去的时候是在沙坪路上的北夹岭呐，北夹岭中队我们去啊，吃洋芋作为这个主粮，我想的啊。吃得很多很伤身，结果我们这儿去就把我们分成一个，就是编了一个14组，是个小娃娃组，晓得吗？这我们那边都是最大的都是才16岁，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是单独一个寝室，晓得吗？这个都没挨他们大人，都没挨他们右派，但是只是说我们劳动就是。儿童带一堆劳动，晓得吗？就弄个儿童工地。我们过来的哈儿根本不晓得这边吃不起饭。哎呀，这儿后来才早晨分饭哦，看到那些大人抢饭，结果我们还规规矩矩，那哈儿没饿着噻。干部的还说，你看人家小娃儿些，你看人家还这让着的，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嘛，还每天还表扬我们。哎呀，后来时间一长了，你想嘛，都上分房。还不是一大家伙，但是小娃儿没那么烦嘛，那他吼着你，你又怕走哟。你是59年的大宝，我们八年。59年。59年初1月份。59年的。4月份那样子了，4月份。金龙沟就把拆了，没得人。哎，金龙沟都掉了噻。头一批我们来批，就说年纪小一点的，就全部一起调到一队，到一队去读书。大堡一队。哎，大堡一队，说是去读书的。大概在北疆的时间很短暂，可能不到一月就送来大堡。这个大堡族的就全部的小孩集中，发那个劳教服，好像有几条白线杠杠啊，那个地方啊，一个牛来背背发个的啊，在那里是一年四季，好像当时都感到寒冷，热天家都是把棉衣穿起的。从早晨7点钟走到下午6点过，啊，走到大堡的镇上，走到的大堡的镇上到了卓力区，卓力区站了还开始分队了。黑了过后，打起电筒，看都看不到，拽了那么好多破话，一直都送了4队。江专区老教授送到鄂边大堡，送去了就说的是读书，哦那个地点哦好，哦放牛放马骑马，哦还有电影院，哦也反正吹得好得很的人。
就送到那个九家村的时候，接触的人那些多，就说的是，他妈你就说你有病，就不要去，害得山上恼火得很。体检的时候呢，山上就派了有民警下来，我看到民警那些吃的是窝头，包谷窝头。哎，我告诉你，我有病，那人检查病是啥？刘维虎，我说眼睛反正看到起转转，起起绿的、红的，就昏了。他嘴巴头来不来泡泡了？我说要来泡泡。一个另外一个人说这个有母猪，他就把我打转去，打转去就送到那个成都第二人民医院去。我们也还是四个人，而检查就说没得病的，又把我们又送转到我市里。哦，早已经摆弄成摆出来一件事情，就说是上海苦情师，他为了纪念那个国庆十周年，他要在上海搞个十五城市，他说无偷盗无啥子名堂，而且这个好像我觉得已经是发展到全国了的了，在五九年以前。这个是公安呢，公安工作五八年以后，公安工作大要紧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当时这个东西，就是彭真说的，要把北京搞成水晶石玻璃板，就从那儿来的，就搞几户几户，无啥子，无偷盗啊，无扒窃，无啥子玩意儿，无禁欲，玩意儿玩意儿。以后呢，就是把各个地方就逐步加码，你搞15嘛，我搞85，哦，你搞85，我搞15，哦。那个东西就是大要紧的嘛，那个浮夸文在公安战线的反应都是个全国性的。这个我们当时在成都嘛也搞过嘛，几户几户嘛，还有一个派出所一天破了10000件案子。大宝作业区当时就分两个教练组，我就负责四队那个教练组。我那个教练组啊，当时是10个人。南昭是南充体育师范学院的体育系的篮球教员。刘炳生是个啥子啊？是中国第一次到布达佩斯去女子排球队的教练，就是我下头两个体育教练。语文教员呢，一个叫李宗恒，一个叫杨宗秀。李宗恒是啥子？是尼龙县的文教局长，我们就叫物理，就是这样的安排。我当时在历史拿的是4年级的课本发的哈，小学4年级的课本，那就说的话，属于中年级才是。低年级是一二册是属于低年级嘛？以前有那种划分方法哈。半天读书，半天劳动。记得最有意思的是那个娃娃天真到什么程度？有一回上体育课，在八字头，大家就在那儿，不晓得做啥子，结果突然一下就下起暴雨来了，好有多少娃娃好勾起哦，马上就把衣服全部垮了，一打了光洞洞，就在高头就又拍哦又跳哦，就大雨就弄得满头淋下来了，那种快乐的样子确实是很动人的。哦，看到我身体还可以啊，哎，不是农村出来的嘛，反正呢就把我编的这个打柴组，就打柴，任务啦，一天是70斤来了，就不砍柴了，就背煤。叫大宝胜利乡背煤，哦，背煤啦，就是35斤，要背20多里路，要背，都发把那个小锄头去挖地开荒，一天是15个小时，起码是10个小时以上嘛，你做慢了还要遭打，晚上还要学习，还要开斗争会。我们去的是原始森林，好多有人多高，去割草。大组长都说，
当时大主任叫马龙潭，好像是个右派，马大组长。他说现在给你们规定一天要挖三厘地，我当时我举起那个锄头来，怎么举都举不起来，一举他妈的我就扬过去了。但马龙潭就吼了我几句，那个鞭子啊竹竿给他铲了我一下。但我要对着嘴，他挂是鞭子举起来，他没打下来，他是黑我那样子，他铲到我脸上，铲了个杠杠底下。这不准完成的话，不准回家，都不准还在回队上吃饭，要扣饭。一直那个山上的站，又是雨啊，他妈就是淋得来，又冷又饿。结果在那里搞了一天，一个平方可能挖了他妈一个月。一般来说，干一个队的干部只有三个人，一个队长，一个教育干事，一个事务长。你想这三个人管四五百人，他那个管得下来？必须分成若干大组，大组下面有小组，小组长对大组长负责，大组长就对队部的队长和教育干事负责，事务长只管大家的生活，把粮运起来，弄给大家吃的是了。他是这样分工的嘛？啊，大组长指挥他老给他安排哈，比如说开荒啊、种地啊、种菜呀、啊、挑煤呀、啊、运粮啊、集肥呀、啊、啊砍柴呀、啊，这些都带着他们去嘛。啊，大组长由于带领他们去，自己实际劳动的就要比他们少一点嘛。任务是给娃娃要上。文化培养，模仿马卡良科的工学团那个性质，把娃娃带出来。首先是文化，然后就是慢慢就做人嘛。哦，当然慢慢就是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管你是管你穿，你说多好！我不去，啊、我不跟夫人家。你抓我，我就跳楼。你快点抓住他呀！你看不出来他有神经病吗？你抓我，我就往下跳。你跳吧。有放映队噻，每个月啊，就要放一次电影。中学团员对农业生产都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要求我们的工学团员。一切都必须做到准确、整洁和守纪。我们背电影机子，去了十来个人，当时挑选的就是身强力壮的，把电影机子那个发电机好重嘛，两个人抬，爬山越岭的抬起去，啊，背些各种各样的那些东西啊，一些设备多得很嘛，帐篷啊什么东西啊，十几个人嘛，是陈吉平带队嘛，就刚才我说的叫教育的诗篇，教育这些娃儿嘛。苏联当时十月革命以后，不是收容了很多流浪儿吗？就通过马卡连科出面来教育这些娃儿，说来挽救这些娃儿啊。这些娃儿就以后不断的踏上工作岗位，就说改造好了，就来改造这些人嘛。喊这些娃儿看了以后啊，通过教育，通过改造，使他们重新走上啊新生的道路。啥子快乐？看了闹热，就是我没得没有去，当时没有去。想起那些啥子，那看根本没人去看呐、啊。啊，我得了大片，回家全部在床上睡去，特别冬天哪个出去玩？进去很快就是饥寒交迫，到了大堡基本上就是进入最困难是时代噻。到冬天了，那阵就痛不起书了，就开始饭都没吃了。开饭呢，开不是饭了，就是萝卜了，萝卜和苞谷根根儿。那个萝卜，我说那个萝卜弄个大，更加弄个长，一更加的萝卜。那乱刀跟他摘，水都不出一下，或者煮怕的放点儿盐，把包谷抓点儿的，再都一撒起用子锅就弄起来，干咚咚的油。好，
就是大家舀一盆盆儿，一个舀一盆盆儿，我吃哪个吃不下去的，再饿都吃不下去，也吃不饱了。但是劳动是继续的，后来荒开就出来，我们都开始挖茶地。说个背景啥的，五八年秋天家把粮食摘的红苕跟玉米收来过后啊，全场的人只吃了一个月就吃光了，憋了就把那个整个农场的生产方针就改为搞经济作物，就是种茶，种茶这样子国家就要供应粮食，晓得不？这样才把个粮食问题解决。供应粮食啊，你看到河边有不出粮食的地方，他要靠河边那边给他运来。宋家山这边噶，他成本部这边有一万人在那里，一天至少消耗一万多斤粮食。这一万多斤粮食要好多人来担，从山底下担上去一万多斤粮食，起码要一千人来担。当时那个运粮的人都是，就像赶长羊在路上去牵起线子那个人，是不是？所以你看那些娃娃也是从那些背粮的，都背粮，都打包那个粮食哦，那完全是新建的啊，一锅粮食，啥子土地都没得，完全是就像鲁滨孙那个在白手起家的这样子的。而且恰恰灾荒年来了，所谓的灾荒年，粮食没得了。59年嘛，茶厂下了一个使命令，要开荒，要开300亩，要统一种那个草。不是，田萝卜。当时的具体情况呢，是两三百个小娃娃全部睡到工棚头的，保暖，所谓的保暖，就是说，留都留不到。杨银青跟田队长两个都抠脑壳了，我就给他们出建议了。我说现在的问题的矛盾就是吃不饱。如果解决了肚皮问题，什么问题都解决。我给他们把问题摆出来了，原来他们也清楚，只是大家都不敢说这个问题。当时我就说，我说成立一个组，让他们多吃一点，叫他们去完成这个300亩的任务。结果我们市里就成立一个叫那个组，叫啥子？要进突击组，300个人中间选30个人出来，一切行动都是暗地操作，大家都不晓得。结果娃娃好积极哦，靠敲锣打鼓的就上山去了。结果到了中午，这个厨房的炊事员就挑起馍馍上山了，每人发2个馍馍。要进突击组的组员吃双份，要进突击组的组长是吃4份。后来就完成了，我们市队拿了红旗的，统一的都是19斤，你多吃人家就少吃了嘛。排队我们打枪，你是这些在屋头的人啦，这些种地的哦，这些啦，就吃啥子？建平三号，就是个三号种大饭，那个吃中就是个平的，我们那就是建二号，一个二号种建二号，如果是你超额完成了任务了，好，要给你添一锅水儿。我当时59年级，一过了年过后啊。每一天的话，专门组织人来去挖野菜，采集野菜，采集回来用水疗，疗了过来漂，漂了过后啊，就把它捏成粑粑，跟一个薄盖，搞得可以包裹面面，然后把那个粑粑啊，拿到那上面去滚一道，把它蒸笼头蒸，蒸了这个每天一顿饭呢都剩了一个，那这一天这3顿粮是怎么吃的？早上一个人可以这么大一个粑粑，中午也是那么个粑粑，或者是沙沙饭，包个沙沙饭，里边切点萝卜块块，这样算好，有点菜。晚上家就一个人那个小木瓢，这么大个小木瓢，你知道吗？小木瓢一个人那么一木瓢稀饭，没得副食品，又吃不到肉，又吃不到油，或者菜都没得吃的了，就靠那么点粮打点野菜吃。位置就像仓库一样，总要装点东西，总比你没有装好。这儿跟粗啊，弄个粗一根家的这儿跟。吃了重，越吃帮助消化，越吃你越想吃，
一盆一盆的像吃面那个吃，吃完了最后吃的水肿。有活都烧一下，没得活都吃生的。像地下跑的话，啥子畜生，那里畜生特别大噻，基本上是四五十公分长，要怎么大都十二个厘米到十五个厘米那个粗的那个畜生呢，逮得动。两头一卡，把中间那个泥巴一抹了，就走到嘴巴头吃了。买的那个龟儿水狗那阵儿，找我单位，我们几个看到了，管你妈病猪弄起来哟，把龟儿脑壳摘了甩了，把肚腹全部没要哦，毛个烧哦，毛不然拿去掘几撮火堆几个烧，把那个毛啊烧了的一些的挂一些挂在水狗头洗了。就拿那个坑盆来炖起吃，吃了我们没得猪肉。那哈儿给康复上有吃过没有？康复上我没吃过，有得水肿病人的就康复丸儿，那个带个家的，就是那个康和那个康可，和那个水塘，那搓起搓起，磕到点儿啥子包谷面嘛，反正。几个以后就变成皮包骨，那个直起一根骨头，那个一根骨头，那个手感看到也是直的。没得点啥子肉在高头啊，只是个皮皮，两个屁股那等肉窝进去了，人完全是个骨骼的标本。我们那儿算个喊的叫奶板皮，我们是说见过。那个奶板底下是小的，高头大个。对的啊。哎，他们喊我就喊尖钩子，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尖钩子啊，就是坐不得板凳。我说为啥坐不得板凳？他妈坐板凳骨头对骨头，跟到痛的了啊。脸肿得多大？有眼睛眯条缝缝，看人就这个样子的，都肿亮了那个脸呐，手啊都肿泡来的，你看啊，脚都肿泡来的，但是大腿只有这么点细，那个肚子完全贴在背上啊，就这么一个大窝窝，一个矮墙，一个人脑壳可以拱到我肚子里面去啊。瘦得最凶的时候，我只有30公斤，我就是说64斤。那个肠子啊，那个内脏啊，都已经干枯了的嘛，都完全扒在背上了嘛。那是哪啊，你看这个肚子完全一个薄皮皮的嘛，那是。那不管是油菜花，豌豆颠胡豆颠，只要一出来见青吃青，那个抓起来都扒一扒的，那个生的都往嘴巴里走，看见是一片青，人走过都是一片光。耗子、脚鸡子哦，等个罗拿来活的，都往嘴巴里走。那个干部看到就是给他拖了，这里头的话蒙到嘴巴头，耗子搞到尖里的脚，有的都吞下去了，都上个子的。那个时候，你吃了个桂枝苔，或许是吃其他野菜，像这猪皮红那些。他说你偷野生植物吃，结果都把饭给你扣了，扣下来过后，都是些大组长和干部吃了，他们都是敞开吃。他就是说要，等他娃娃上班了，我们再去。他原来我们就给他约的，就是娃娃上了班，我们去。结果没想到他娃娃这个时候还没上班。你好，你好，你说啥子啊？哎，叫嘛？啊？已经那么多年了，这个事情我个人来说哈，准备是直接埋到心头，带进坟墓。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会有这种看法，而且对我来说的话又特别又不同，不仅要说你瓜，而且要说的你们确实操那皮，妈都要把你送进去，咋说？至于其他的没得人能够理解，你说政府错。政府错是政府错是肯定，前天晓得都晓得政府错。问题就是政府错，咱们也把其他人错进去，把你错进去了。我想的是想了另外一点。我说，周家豪，恰恰你那个东西就糟了，过了就算了，就抹去了。人家的目的就是要抹去，要帮人家抹去。我说，而且这个历史就变成啥美好的了，就把些娃娃喝完了。我跟你说。
个河嘛是镇上的嘛。镇上哪个镇上呢？生育那个年代，你是如果说生育灾难年代，那么是哪个镇上？对呀，是肯定这样子说。那你咋个理解呢？凭啥子生到那个年代呢？那个年代就是，这是民族主义。你们帮了吴太爷爷转正，而且你娃娃还要找转正，我跟你说。这种说法也不准确。咋个不准确呢？你不要看，今天有的有饭吃了，就是。还有一条，有一条就是说现在呢，就是社会呢毕竟发展了。还在卖苹果着，你们还在那个搞批发着，啊对对，住还是住那个地方嘛。我要带个人来乐山来访问一下你们两口子，晓得不？啊，好，你们那个地方叫啥子呢？叫？你好，梁总。梁。乐山的。直接两张在40.5元。2006年，有一个大宝的娃娃，蔡李坤看了我那本《幸存者手记》了过后，他就说：“大宝饿死那么多娃娃，你咋不写呢？你这写些饿死的右派的。”他说：“我亲自喊我登记的是2600多人，那也是死得一高一高的，像高红烧那样子高的人。”我一下就惊了，我说：“这个事情恐怕要。”做一番调查，这搞历史不能够随便的那样子。他说我这个事情，我说我一定要写的，把这段历史不让他们抹去，让把它保存到二天后世的人都晓得。我就有口气，我都要干，啊，都要扒进去。上来坐三轮车不？是，坐不坐三轮车？哪两个钟？哦，这里。账上不好。你那些人没拉，干都没去干过腰。应该到二天了。对对对。还没满70个。70了，就是17.5万。那你今天是17.8万是不？弄啊，17.5万。我们干脆可以明天上午跟你做个访问。成都那些我们都要办。我们从岐山回来的。哎，你这事儿那不说了，我们因为有啥用吧？有给后世。你想啥子啊？大宝那个事情，人性跟人权完全毁了的了，看看，他们把人不当人了。那些娃娃去凭啥子要那个弄来弄死噻？人家在妈老汉儿屋头。活得好好的，我把百度一打开，查四川沙坪老教授，他咋个说的？这几十年来，我们改造好了65000多人输送到社会，他就没说那个还有几千人埋在那个山上。几千人哦，不止哦，大宝当时死就是几千人。哎呀，带你娃儿一步都走不到。我们做带娃。我嘛，隔天放嘛，我抓鱼。哦。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啥子？然后有点唱啊。社会主义好，吃又吃不饱。你把你唱项目就是唱的，哦，你到大家都鬼唱，就是跟鬼唱。后头那干部说唱好了，哎呀，我们唱的社会主义好，提起裤儿跑，就是乱唱，尽在那鬼唱，不敢说顿顿吃不饱个，哦，那个时候尽在来说，哎呀，
个人找个人地方，哎，我嘛找个地方，看那石头，你好比说我没石子钱，我就托付你，你要帮我卖到哪个去？哦，晓得找石子是死，今天有个王长花儿，嗨，就是一风一吹就要，哎呀，快点把我逮到哎，我要吹倒了，嗨，那个狗子的手经常都来逮病，吹的包裹靠靠，他都吞不下去，哎呀，我吞不下去，我说你还要吃么？你不吃到饱。他说：“那你卖的时候把我记得去，给他们随身卖在这里坡上。那我指了个地方。他说：‘那我就是卖在这个坡上，我敲的这个坡坡。’他要一出来就遭到，我就最害怕冷。可能我估计走的时候他没适应，不太行了，可能还是后头死的。说那个高高坡啊，两边是坡，中间是巷道，一睡起人嘛多得很的人。有一天我记得我的两边都遭死了，我睡的两边呢，两边都死了。”那一头啊，只要一倒下去都没搞了。我幸运的是没倒。那娃儿死的都狗日，一搞一搞的死，不要咋个的。现在说，哎呀，得了啥子病嘛？叫什么哟？啥子病嘛？乱吃吃的太了。闹死的嘞，有些是结菌子、野菌子吃闹死的嘞。在老年的一打竹子啦，就喊我们，哎呀，好多一撇撇那个开起的花好漂亮哦。哎呀，那个苗苗弄来烧来吃，就能带来烧，带来火也烧来吃。吃一特回特回的，哎呀，吃到来，发肠道都的吐，我没吃好多，我只吃了几根，还吃的多的人就不得行了，就吐得来，吃饱吐后了，最后就吐死了。我的找不出具体，烧身子，烧身子一吃啊，吃饱了，啊，吃多了中毒，又没得盐，啥子没得，烧了就那个就吃，结果死了几个，这个身子寒的，嘴巴都还寒气的就死了，食盐。干部也是一样，干部也有种的，但是啊，他们要好些，他们跟那么多我管我们几百人噻，他们还是有点儿噻，还是要供应点儿噻。他没死。哎，他们没有死，没有一个人死。他们吃饭不跟我们见面的。你说啷个个空间都觉得好像无所谓，好像要死就死了。那人跟屋头要是写封信的话，都说，我让十个人九个人写的说，要想父母亲还能够见面的话。只等到饿死了啊！都写的断头型。爸爸妈妈着急了，就跑到沙坪农场来看娃儿。他妈想要回去，结果队部商量，结果队部就讲：“你把他送来的时候，不管他犯罪没有，我们不管。但是他到了我们队上以后，他犯了罪，偷东西，说他没改善好。等他改善好了，我们再放他回去。”哎，为啥呢？好生来喽。这些娃娃还挺可爱的，他最后溜的娃娃就是那个皮下呀，那个皮肤底下长些结节，那结找不到什么原因，就在肺上也有，我都跟另外一个医生姓梁，那个医生梁副本，我们两个狗子把它割两个结节下来看，狗子割下来看那个结节里头啊，搁这些虫子啊的。哦，那个虫子可是还在活动啊！那个虫子是啥子虫子？我们的两个把那东西写个信，就把标本还寄到那儿去，叫中华医学杂志。还果就得到那个中华医学的个人的重视了，就派那些人跑到那个河边去查呀。哦，有的娃娃吃了生螃蟹、蚯蚓都吃了，还有那个所谓的猪鼻孔，就是喊的这个鱼秋草、鱼腥草，那生的吃，哦，皮下型肺系虫病，那个肺系虫可以全程跑，也可以跑到皮下，也可以跑到肺里面，也可以跑到脑壳里面。故而有不少娃儿就因为那个残废了，或者死跑到脑壳里面就死了的。乘客们，大溪村到了，请依次从后门下车，注意安全。哎，各位坐啊！点到那个茶水。我没问题。这些不是。哎呀，你还可以是吧？吃点酒吃多很都闹智商。那至少喊我去抢救，我一抢救啊都走不脱，都借用到那点儿。哦，是哪个市场呢？福建这儿啊。福建这儿吧。
府，哎，顾月府，贡献的献，珍宝的珍，诗人是多很了，怕早，写死亡报告都写不了，哎，他是医生吗？他是医生噻，他是中国医科大学的人。拿着你死亡证明证那些东西，不能写营养不良死亡，不能写。但是肺气肿病嘛，那个都可是也是肺气肿病嘛，和功放转移嘛，这个，就是多功能的器官衰竭呀，写这个。有个医生叫国华的，他都写了个营养不良水肿，结果马上给厂里面把那顺坤手往过儿绑起，就说的五面三面红旗，就弄成监狱的关系，根本不能写。那是个属于忌讳名词，那政治上忌讳名词。我到那个周围啊，到那个中队头啊，跟着他们一路看了哈，哎呀，我一看，三百多人的话，起不到床的，都有八九十，要死的人，还有三四十。我说团建房子出来的话，把那些集中。把些病人了集中。另外的话，我要选十个初中文化以上的，等于是当看护那样子。那当时都答应了，都答应了的话，我就说还组这个担架队，专门送病人，天天送。得了四十几个病危病人的话，我天天送到医院，找医院送。所谓的医院都是二队。对，后来一直都那么生病，那天我是要死不活的。但我那个家里面写了一封信，我写了个允别了。但那时我也不晓得允别都是死了。六零年的啥子，二月份都送到昨天去的休养队，气都弄到那个啥子，先弄了三病室，可能住了可能有一个礼拜，他都把我转到五病室，肿起，没断气，而且晚上还是八点过都把我从铺上拉起来，拉得嘣一声把我打了一下。他就把我拉到死人堆堆去，拉到那个病室的后面，有一个那个坡坡，底下是个大水沟。那个坡坡上，我周围的他妈都是几十个死了的娃儿，我一摸到些冰青。那天也好，还落大雨，突然落大雨过后，那天晚上把我淋醒了，到天亮了爬回病室来了。但那个护士喊打鬼，有个队长嘛，就把手枪那个破盒子炮架起，还有些大老姐都把棒棒拿起，都喊打鬼。这个跑那个一看是我趴那个地啊，有个大老叫，他啥子鬼嘛，人家生的嘛，还没死，你们能把他拉出去呢？好，我爬回来，把我弄到五病室、卫病室科去。他把我拉到铺上的时候，感觉因把我丢到个草场上，因为衣服裤儿都没穿，光的。六零年八月九月份，我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人就昏迷了。抢救回来之后，我在听到他们跟我说，我是从大堡四队有两个人捆个那个竹子担架。把我送到二队去，大堡二中队，叫病号大队，专门是集中的，那里头全部是摇摇有罪的娃娃，要死不活的，统统集中在那儿养病。有些送去不久一两天，送去就是送了就是送了就是，他天天卖，天天卖卖不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死得一塌糊涂，到最后死的最多的是一天十二个。送病号也可以发个包五包。我那个时候送病号啊，我为了争取多吃点儿，我背两个，一个背都背两个，两个都瘦的完全像猴子骨头架一样，眼睛都落抠来了，就完全是一副骨头的嘛。有时候没送的人都死了。还有个娃儿叫个啥子名字？我看，叫肖福新，这个娃儿也很小。大概只有十岁多点点儿，他从小他爸爸就死了，他妈妈就拖着这个娃儿，捡渣子把他养大，要死不活的。队长就喊我赶快把他送去走，送到昨夜去那个休养所。我当时背他噻，背他，就搞个袋子，搞个布袋子，把他勒到我背上，这儿背起走。我背他走的在路上要翻那个官粮河那个坎坎噻，先要缩下去。再走过那个小桥桥儿，再爬坡又上去，啊，一路上啊背到他就给我摆龙门阵。刚爬过来坎坎上了以后啊，刚刚上了坎坎不久啊，他就说呀，
他说林大组长啊，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啊，就是能够见我妈妈一眼呢。啊，我想我妈妈的很呢。现在我这个样儿看不看着我妈妈呀？他说着说着他都哭了，结果说着说我也哭了，我也哭了，我哭一边哭啊一边背他走，再走啊我就喊他，我小福星小福星，啊喊着喊着喊不答应了，喊不答应了，我一摸就死了，死了哈。在背上。就死在我背上，小福星就死在我的背上。那阵人死了以后啊，一个难闻的气味儿，不晓得你们闻过那种气味儿，就是临死之前一口恶气啊吐出来，我突然闻到那个气味儿啊，觉得恶心的很。闻那个气味儿，我改下来，改下在那个喊不答应，你死过去了，又不能背回去。你背回去嘛，队部要减少死亡的人数，你背回去以后，那倒不好交代的。你又不能背到作业区，背到作业区死人他们又不收，我只有把他抽到那个火里面，随着重新走了。好多都是这个样子。大宝市中队有一个卫生员，这个卫生员的名字叫李彻燕。有一天晚上，就是大家来喊李医生，李医生说：“有个娃娃死了。”然后那个李医生马上去，先一看，无心，你心智才被挖来吃了。医生还是比别个薄了的等一个光身子。为啥子衣裳有些湿了才薄了，有些薄了啊都跑几根尾巴啊，挑一点点吃的。吴兴我两个算耍的比较好的，因为我们是从收容站，从收容所一直最后从老家转运站一直到北江岭到大坝，我们都是在一起的，算起来还是就比较有感情的。他比我大些，大概有一个14岁左右。他说是云南人，云南昆明的。我两个到重庆来，我跟他几个娃儿一路赶车子，那个东征西征都征到重庆来，我不晓得。我的家庭好不好？我们他家庭比较好，他我们爸爸是在昆明耍魔术的，很出名。好，所以对那个影响我的最深。下午4点过5点钟的时候，已经开始下雾了，那是基本上看不到人了。那时候我也睡那个病房头，什么喊把我喊起去，我都不敢进入那个病房，我就是看到太残忍了。镰刀先抓，给他割不烂，什么扯了很久才搞出来，割那个肚子才割开，对，东摸西摸才拉出来，心子和肝子嗲起，那是看起是不大，点点大一个，肝子叫血淋淋的，好像那是血还没淋到的时候。你吃不吃嘛？那是肉哦，你到时候没得吃的哦。他说，这个李医生就吓到了，就马上去报告。队里头马上就分析，就把这个现行就抓到了。抓到过后就开始审问他了，你为啥子要挖心脏？他说了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就是说我听到别个摆故事，说吃了人的心脏以后胆子大。我现在打夜战的时候，人家都胆子大不怕，我就不敢出去打夜战。所以说我就要想吃一个人心子。那小老家就花然百出，我们那个生存能力都比他们强，都老大老实在家里挨饿，都没得办法，不敢去偷噻。他们之间互相之间暗语哈都很多，你经常跟他们接触就懂得起。打夜战就是晚上就要去偷东西，偷来烧来吃或者煮来吃。还有一个名词叫杀人放，杀人放，一说杀人放是啥子，你晓不晓得？火嘛。哦，就火柴，叫杀人放。我说的二楼是卫生院噻，有很多那个红高的红苕啊，种的红苕，不，有时候不在地头跑，你跟那个摸得起张爷爷的，有时候一摸到都鼓的，哦，糟了，跑了分了哈，干嘛还是把泥巴给它刨转起，在那个裤子那个分量哈，好，又给往前头爬，爬的前头。另外一块地头又去跑，只要有跑到有吃的，好，心里都踏实了。
你如果说拿两天没偷到吃的话，就可以说你就活不下来了。我养鱼地跑到跑到一下跑到这么多羊肉出来，是哪个卖到这里呢？跟最后才调查晓得，一个叫刘云清，没得三点水那个清，是偷的一包一只羊子，偷了以后他杀了吃了，吃不完就把那个肉啊裹里，这里藏一坨，那里藏一坨，他搞忘了，没来取，时间久了就烂了，发毒了，而且生了蛆的嘛。刚刚挖出来，一些小贩子看到这是肉哈，一下都扑上去，四五个人扑上去，真的抓到那个肉就往嘴巴上啃。我跟附近那两个就劝他不能吃，不能吃，那个东西吃不得，吃了要送命。那些小贩子就说：“我们肚子饿慌了，打个牙祭，死了我都心甘情愿的。”就这个样子的。干脆我们脱下来的时候，已经吞了几口了，边吃边吞，边咬边吞了，都已经吞下去了。哎呀，那是蛔虫的，还有。你当时那种思想警惕哪里有弄过高啊，对不对？就是整的啥子吃饱一顿死了都安逸，都有的。种的洋芋啊，白天种的黑萝卜、的死鸟这些，都去抠来煮去吃，没得法了噻。你的那个吃肉干了，我得找不出了。因为晚上我没得事，跑到那个凉棚里头去偷那个偷萝卜干儿。对于一个凉棚叫那个通的一个房子，结果我黑了一截摸啊，尽是死的人挨着摸，全部是死人。当时吓得了，跑都跑不赢嘛，拽你妈几根腿儿，结果就不去了。还有回就是说我后头我也病了，就在这下了过后，后头住医院的二队休养室。我从来没种，因为我没停的来偷来吃。我们三队的鸡，长期的孩子起火，我们抢我们的媳妇啊那些。还有我一看到这个梯跟没得一样，哎，我说这啥东西呢？一看还一凳的嘎布的，晓得不？嘎布凳的，你看那个时候花生凳、猪蹄子，好营养哦。好，我们大哥小哥都来吃。还有我说怎么人家吃了我吃不？老子把那梯哥给他偷起走的，偷起了也藏到我们的背后的那个柴土里头藏起。后头那嘎布倒出来，你把哪个？吃的啥子吃啥子，我吃啥子吃，我们闻香不开枪。还有你还别说，多久没吃过肉，吃到拉肚子了嘛？吃到后来拉肚子。还那一天我后头藏到那山洞里头，要不要去吃的？我慌到去吃的，要不要去吃的？还救了我的命，跟你说。在那种情况下，那就是根本无所畏惧了，就是那么一回事。哎，你活下去也是死，你不去偷也是死，你不去抢也是死。哎，那不如去偷去抢，哎。就找死。人活到那个时候还有啥子道德可讲呢？有些底线，我道德的底线都不好掌握的了，甚至于我现在都自己，我到现在都还在打问号。在大宝我家里头不断的给我寄东西，但是经常得到的就是空通通。有一次得到一个包裹单最有意思了，在包裹单上扒的一个飞飞，就是说此包裹路途已有破损，其责任应由接收局负责，现征求收件人的意见，你还要不要？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要，我们就给你退回去了。你如果要，这里面还有几个饼干渣渣。就是那种情况下，你还只能要。树林子那边翻过去，就是那个树林子，翻过去那边是一中队，那边的最矮，二队、三队、四队、五队，四队和五队最高，都冷些。我呢都走不动，走不动呢，到处去转，转了没得着的，我结果都去碰到了那个街沟头有一个鸡公，是他们弄来做种的那个种鸡，或者好像我都把它包起来，包起走了，包起走我包到二队的那个饲养房的那个煮蔬菜的那个灶孔头去烧，饲养房都在那个排房子，当时我都弄了在后头烧鸡啊，都遭发现了，都把我逮起，逮到着地去就都捆起了，都关了几个月，吃不饱，从来吃不饱，说嘛，吃捆包谷子，我们那个时候都弄个插头数噻。吃饭的时候都能说只吃两顿，一顿只有317.5，半颗都算一颗。
了羊鱼没得弄来吃，结果第二天早上就把这些娃儿五六个都来吊起，吊到个篮球架高头，结果有两个王中强我最记得，一落下来就把牙齿一半吐了几颗，空气吊起马洋洋的脚打脚尖抓，看得悲惨，太悲惨，表示还有这种黑社会，太惨了，简直娃儿。可以说是我们是过的是非是在人类的生活，说以前的奴隶，奴隶主他必然还是要考虑他奴隶的劳动意识，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把我们不当人看，想打就打，想那掉都掉，想喊你今天那儿站一晚上你就站一晚上。我注意哇，不光只是水中的问题，那脚踢来了，看这个肩膀，你看，看这肩膀，那都是管教踢的，踢了过后当时没有治疗，踢污踢湿下去，那里头都内管。记得很清楚噻，我们好不容易分点钟，有个人叫沈奇的啊，我好几分钟我看我心里就看到就可以把别人抓来抢来吃，抢来别个再打我，好我不晓得嘴巴痛。啊，沈奇手痛我说，王总啊，我为啥对不起你啊？我们好不容易几个月吃回肉啊，你把肉我抢了，那个哭泣啊，那个伤心的，那个难过程度，现在想起好伤心咯。我当时是麻木的啊，我人已经丧失了理性了啊。大的老就喊我赶一半给他噻，每天上供噻，包谷包拿去每半边给他，或者叫你今天早晨不要吃，中午你吃，不给你打你噻，把弄来跪起，把手指么来弄到背上那个拴起，把那鼻眼拿抠起，头发拿吊起，就是搞那些名堂噻。但我稍微强一点，我抢我抢个机会，他们给我该饿就遭饿噻，他们就喝开水噻，喝冷水噻，这样子。有时给干部告，干部看到起来把我们一打一顿。叫。也是兄弟，你们快坐了。什么的处理难？五九年、六一年、六二年那些都我的厂，那么通通些大多数的人都大包，大包的麦子啊、胡豆啊、红薯啊。包谷啊，红豆啊，大多数的就大包一转头。这摘了，他是摘老多的，摘了。哦，这你说你还会行？你说你最大的在哪个地方？你记得？就是叫新平沟吗？不在边，不在边，就是这个。六零年的五月底了，都跑出去三个大组，一个大组都是七十多个，都是两百多人。都在大包店去偷老百姓的胡子刀。哦，是的，有这个事。那个枪啊，打得咔嘣咔嘣，那个电筒啊，遍山都是。像第二天都是六月儿童节，大家都跑出来为了过渡。哦，那一天来少拼凑，再到那小娃一摔到上头就关机。原来我们县城都在大包，我们一个娃儿叫王国忠，他都去跑到豆瓣当去偷豆瓣，也到逮到了。带着都把油泼到身上，泼到身上把点燃那个烧，他全身上全部是浆巴的，但来得比较快，我们一个干部晓得，就跑去给他取出来了。确实还是找你这些老家伙些，我们这对得到李迎春那时候吃不熟悉，我把他关到我打骨头半桶的，那李伯伯放我喂，李伯伯帮我放了喂，俺那可怜了那个把指头给摘了颗，蛮干净。干他等你上，冲你早就给他摘下来。哎，师孙都叫我走。啊，真的打完我们。我们晓得。进来看见我们还去放嘞。
都都去缝的。我们下不得还哭嘞。我们说自己的儿女拿去拿做买生，一样嘛一回事情。这个还算是客气的，把它压在那个那个有打死的哇，打死的有打死的嘛，不压着压在那个箩筐底下，就在底下翻身都不能翻嘛，就怎么伸的箩筐的，把它扣在那里，就卷在那个地方，上面压的石头。我去取人的时候，他们才把石头搬开，把它放出来。他一看是我，他领导组长啊，你来救我哟，你来救我哟，我都把他带回去的嘛。当干部的人，当阶级拉门就吃得饱。哦，拉门就吃生活了，我拉门就吃得饱。吃干部跟吃高产饭。你去偷着哪家？拉门就吃一道水哪家干的？除了干部不偷，二外谁那些都要偷。集体生产了嘛，我也偷到嘛，我吃不饱，我必须要偷到嘛。天普遍的人都在偷到嘛，那个时候，我们都要遭听到嘛。到六零年下半年的时候，我跟附近的上街啊，街上啊。大堡街上啊，这里是坟，那里是坟，这里停的死人，那里是家家户户哭哭啼啼的。大堡街上就这么一个状况了。六零年的下半年，一堆还是上往上面走，大概是5到7里的地方，一个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移出的一个寨子，我们叫它移包坪。它外面都是用那个啥子小树子啊，把那个寨子给围起来，因为它当时都害怕那些小老叫啊，其实他们的农作物。但是啊，那些人呢，为了活命呢，都要去偷。移包的福袋儿。已经成熟了噻，长管管就开始看得起，嫩水水儿啊，慢慢的已经腌干了。那一晚上去了好多啊，去了8、9个，好险喽！那天晚上我也去了的，已经把那裤子垮了的，那个裤子装了一老脚裤子，我又看到个一包狗子从那个嘣朝天上打一枪，打的站台高去。逮住头发袋儿，你出来，看到你了。我这儿没动，那个一包就又跑过去了噻。这个刘宝才就找一包逮到了，我就从那沟沟一缩下来，我就转来了。好呀，那一片给那个扯，基本上扯完了。你想儿干嘛？捆起打惨了，那刘宝才手啊那些肿起像泡把一样了，捆起。饿惨了噻，那个十二的人，妈呀，等于说，这口号都是饿死不如早死。有顿苦行的，你有顿活嘛，给你拖得灵光的，你打，黑就给你骨头铲，人铲得稀烂的给你。还有个啥子？用那个辣椒，那种特别辣的海椒，有一种用干海椒，给你荡啷荡啷的，套到你狼窝那个身子去后头。因为你在别个嘴巴去夺食，别个也很困难。我们队上逮了，经常打了完，那一包还抬起来，他抬起要给你抬到队上来用，交给队长，他们做好就走了。这老家这搞的成片种的洋芋，这夏天的农民就成片的上去就偷那边的洋芋吃，但是这一晚上有些运气不好的，偷不到五斤回来。这老家就是啥呢？搞的棒棒。棒棒这个就是扁担拿起，三节电筒跟着嘴哦，就打逮到你一个农民啊，朝死里边打哟。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五个中队，五个中队嘛，等于是这个五个中队的队长，跟我们的队长就取得联系嘛，噶喊我们下来嘛，大家吃饭、喝酒、打牙祭嘛，噶啥样子啊，大家。商量说那家人嘛，你们好好管理到，别偷我们的，我们答应朋友们别偷。我们下来嘛，你们的农村的东西嘛，我们还是不要。那这死了人咋个办呢？就穿开点刨土啊，弄个浅坑。
穿着泥巴在身上盖一刀，把人盖在那里就死了，反正深山老林里面嘛，找个挡道埋了就死了嘛。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冰雪融化，那个尸体就暴露在荒野上，那个山上有野兽，有狼，有豹子，到野狗，这些都有。这个野兽啊，咬那个血骨淋当的，经常过路的时候，在山坡上看呢，野狗拖出来啊，有些骨头都啃得差不多，肉都啃得差不多了，看得后都寒心的很。我跟傅金德两个，我们都互相招呼交代啊，我说傅金德，如果我死在你的前头啊，看到朋友的面上啊，千万要把我埋深一点，你要参加埋我的时候埋深一点。他也跟我说，看哪个死在前头嘛，一定要埋深一点。彼此之间呢，就这样打招呼，算是友谊相当深厚的了。因为那阵说是埋人呢是个好差事儿，因为要多份粮食，多个粑粑。那阵我在13岁那个样子嘛，因为都是小娃儿，埋小娃儿个嘛，我可以把他拖下那个高点个嘛，我可以把他抱起来，都愿意去。哎，但是我们身体好，难道把我喊到去了？所谓好多是走得路，能留得，但是都是苦手如柴，脚跟低了些，死了那个人嘴巴扎起，鼻起，牙板咬起，多得很的形象，卷出一团的。开始卖，还拿个东西把脑壳给他遮到，怕噻。后来人把脑壳都不遮了，搞惯了，直接背起就走了。努力的你努七分那个样子，我一天最多卖到12个，最恼火的时候我一个当当卖了2个，因为那人你任务有那么多噻，你卖不完的话，而且扣的啊，你卖了的话你还可以多得个粑粑，奖励的，好，你都偷那儿噻，你都只有搞假噻。这都是二中队下面有个大有个水沟，水沟头头的那户，那个地方是现在呢。栽成树子去了，已经年深久了，都冲成个沟去了。原来那些都是水，都是个水磨房。当时小娃儿死了过后啊，都把那个水磨房的板子拆了，跟那些娃儿都钉那个火匣子，都是钉那个装人的，当时卖人的。有一个木匠，王大伯，小弟才啊，专门负责做棺材的。不说棺材了，给他的钉哎，是做一口棺材只有12颗钉子。就是那种4寸到5寸的钉子啊，那么长的，钉皮皮的，给他12颗，他就说我随便咋个样子算，哦，再有好大的本事，我12颗咋个把一个棺材钉起？那卖些的是专门有些两回水的卖的嘛，那两回水是大石口，不是小人，大石口。徐海元，他们卖人，哦，卖不赢几个庄子呀。一个火下呀，脚杆掉了，我也去补，踩断，按进去。你不可能一开人出去来刮菜，晓得不？至少都是30个人，睡一个刮菜。还有那个人，我们就说，哎，看我们那个人带一起不？后头车把板子用完了，后头就是软埋了，都没得板子得了，都在那个地方，水磨房。每个人有一床那个席子噻，就是那个水顶型那种草席，都将就席子给你裹起裹起。就找个人把你埋了。大宝二队有个沟沟，全部是埋死人的，等于就相当于我边南瓜山一样，还好多。有些是饿死了的，就这下的，那树林头就在那家怡宝的那修这个楼房的那家怡宝的最高着地最高的点，那宝宝个都是埋的，都是埋的老家儿去。一堆堆的，左手边的前方，整个那个山头，那个山头的那个转起子的，那个山头的那密密麻麻的埋，那个挨到埋，埋了过后，它是一排一排的埋，那个摆啊，那个摆过去，那第一排摆过去，二排又摆，三排摆，好，整个那个山头挨到摆都摆了3个山头都是埋完了的。
宝跑出来，晚上要过大渡河，那大渡河就对就把你骂死了，那还有人守的嘛，我就过不到，我就把我那穿的衣服连衣脱给姨宝，将姨宝的娃儿脱来，衣服拿我穿，穿就混过去的，不敢讲这些了。后头跑了农村，又遭逮住了嘛。哦，逮住就弄回去，弄回去就打你妈的那关起。跑的人呢，逮回来可不是真的太惨了，那个真的完全是就像国民党争共产党一样那个争，晓得？样的争啊，争的那种刑法，吊起。叫鸭儿浮水，所谓的鸭儿浮水，你看鸭子浮水，翅膀能够翘起就吊起，还有打那些，还要跟那个跑的娃儿很多，跑的娃儿但是都没有跑脱的。那阵的话也重视了噻，厂里面的厂长啊那些，都弄下来，都在五队来推黄豆面啦、啊，那些营养粉啦、啊、那些啊沙子面汤那些搞起嘛，逐渐病人呢，水肿病人这些消肿又好一些。我在大老大就是雇了跑马费雇了三四个，你在到那儿？但是那三四个也就够呛了，从大包出来的时候大概可能只有三十多斤嘛，可能。就喊自己出来嘛，个人把铺盖卷背起，攒了三对钱，就喊我们。他说现在今儿也太苦了，把你们攒了三对钱，三对钱啊，他们都晓得哦，都喜欢，欢呼雀跃，各走各。邀请一下。而且人也不多了，出来的我们是300多人嘛，是好多人。我们去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不会超过100个人，起码是有3/5以上就不得了。后头出来到了，好像到了三对嘛是咋？就开始坐马车，后来又坐汽车，才到的中川。50年几月份到中川？估计是2-3月份吧。你去的晚，又走得早，就是这样的。坚持锻炼，在地下爬，像狗儿那个爬。吃不完，你那些啥子，那些桶桶头来，桶头我拿手去刮，那烧水桶桶那些什么去刮些东西来吃。吃完了往厨房头爬，爬些干不吃些菜汤汤还都倒了。到了我的家去舔，就舔那个燕窝儿，后来我都站得起来了，我杵两个棒棒。5月18号，他忽然来了一辆汽车，解放牌，那个干部起来叫姓啥子？姓黄嘛，就是。哎，他你叫啥子名字啊？我说我叫严家生。他说那时候有那么点儿高，但是我站得住了，所以说话也说得清楚，我叫严家生。他说想不想到成都去了？我啷不想啊？当然想了。这个是成都来的人问你的是吧？哎，成都来的人。成都来，听说后来是劳改局派些下来的，说是劳改局动力厂差人，他弄到一些培训，好，他把我名字登起了，穿了一个单裤子，穿了一件衣服，到昨天去给发了两个馒头，好，坐车子，好，下午都拉到成都去了。要得。那就是60年的，应该是在年底了。点了我名字，往上走，那就说他哪里走得嘛，在地下支持的，对吧？就说我喊我下一辈走，我不干，把我鼓捣从病床上我垒到床脚，朝那底下爬哈。我当时那两个脚就在地下爬，就在那些石头啊跟起，我没得血，他跟着是白色的啊，不是很怪啊。李友军，你看到我了？看了。他说：“你怕啥子嘛？我们找化妆台的嘛。”我说：“不行啊，我要走。”他拿个的那个军刀，去砍了两棵那个小树枝棒棒，喊我出来就走。然后嘛，好，出了没几步，大概是，不过没走到10公尺，哈哈，他又把滑杆找起来把我抬起出来了，把我们入到那个车子头啊，
晚上是半夜三更十二点钟了，大概是啊，到大围牛棚厂。大围牛棚厂是生产牛棚的，是劳改单位。当时我们个个从车上冒下来。路一连的电梯，那个电梯连冲，好，那阵死亡是最凶的时候，但是忘记了，他们都在逃了，他们那个干部有些都把家属啊全部迁徙走了，已经控制不到了，都把我们那些稍微好点的往宋家山送，那些人也不晓得掉到哪里去了，就是只有我们那些少年罢了，教员不在了嘛，管教肯定在噻。但是实际上教学只有那么一，教学根本一年都没得，就是真正上课大概就只有两三个月。哦。到最后就大家都睡在工棚里了，还上啥课呢？怎么撤销的呢？就是看到那种情况不行了，大堡那个气候太恶劣了，生存条件太差了，必须要改变一个环境。所以就决定撤销大堡作业区，把这批几百个不能动的娃娃要运到沙坪，沙坪又给他们想办法弄到农池啊，弄到那些地方去补身体。所有的能够动的劳动力、壮劳力，只有组合两个人跑到二队去抬一个滑杆，然后抬到大。沙坪的作业区把人交托，你们就算完成任务。一二三是五个病区，五个病区你早晨从山上没得运输工具把人背起下来，东西担下来交的时候好都要单挑梁上去，然后带你交病人到晚上六七点钟还没交托都排轮子，那个时候病人都那么多，有成年人也有少年，就是那时在弄从大堡转到山上，是说那宋家山去的，弄到医院头去的。反正过来的时候，我都是直接都调到那个，如果早点都喊到那个白家岭去扶那些女娃儿噻，那女娃儿有一两百人，女娃儿全部是姑娘。好，我们去给他们看柴、端点水、给跑点路，或者抬儿他们，完全跟不叫人，花米实验的，头发白就像鬼一样。同样弄要求让你上班，而且互相斗，互相争，哎，反正点点儿去凑合。女娃儿呢，他们个人搞了，真的居乳房，牙刷来刷阴道，喊长辈说不说，都那个搞。我都是六一年底了，也饿到要死的时候，送到东川铁厂去把救出来的，晓得不？大宝是我的坟墓，就是那一回事，只不过是没死，嗯。一晚那个帐篷里面住了一年，稍有好转，就直接都送到大老坪。我这个命就是不输就把我听到是偷出来的，不偷我肯定活不到现在，全靠是偷。要想老老实实的挺高的话，做好人做乖娃儿的话，只有实力。那阵的大伯还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求悄悄咪咪哭。最后的话，如果说不是外面的工作组进来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吃后头。为啥？到了最后我要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是走不动了，就说连出去偷东西吃啊，都没得那个能力了。五年十一月十一号，就说的哦，根据啥子五人小组通过表现良好，我就解教了。哦，解教了嘛，就我所谓的职工。哦，全部嘛都是，我都莫名其妙，我说我还没，我咋会是劳教？我在想，我还问过旁边人的，哎，他的这个手续问题，我说我也没犯罪，当时收的时候没有宣布我是劳教的。我都还是喊我去读书，喊我劳动，所以少管说，咋个他妈整起是劳教？哎，旁边说，哎，他那个是过去的事了，他过了嘛就算了嘛。现在你已经是工人了，你现在有四十几年了，可以是劳动了。反正我已经将近十五岁了，六年底就大伯撤了嘛，我都过来，都把我调到厂上。
1963年，江浙三位人那个过了，都通知回去查那个标签，听说是别个有些家属自己送进去的，或者是别个有乘坐的啊那些，都来要人噻。因为确实死得很多，干部也了解不了哪个地方是卖哪个，他根本不晓得，连我卖的都不晓得，他更不晓得。好，都只有说噻，反正钱包本儿了都给他查一块儿，拿一把查完都完了。市场上官的蛋，根本不是他本人。捡条命，目睹千万小生命，夭折梁山大宝坟。山岳武林埋冤魂，夜夜上闻鬼叫声。愤诉世间不公平，人为灾难是可憎。